的习俗，沙骂就是负责专门在收服一些妖魔鬼怪，他的法力最无边的，因为他吃天叫我要吃的越多，是沙骂来啊，来看他这么神奇来电，旁边最崇拜的心，最崇敬的心，敬礼不拜，我讲沙骂海波比，我讲的沙骂海波比哦，我今天主会把老岁岁来到了心内健康。祖孝子弟平安健康。民间传说习俗，沙骂就是负责在收拾那些妖魔鬼怪。所以说，刚才大家看到他的鞭炮也是吃的最多，他也就是法力最强的一位，专门就是对外在应付，在收拾那些不好的东西。大家用你崇敬的心，向沙骂来敬礼。说出你心中的愿望，祈求咱天上圣庙来保庇，来完成你的愿望，来达成你的愿望。咱再度感谢咱李耀兄弟、李义雄兄弟哦，我们这些打火英雄，他们每年也都组团哦，来进入到咱的沙漠，用他们最纯粹的心来保佑我们，也保佑我们家庭的财产更加幸福安全。我们是以最热烈的掌声。来，谢谢我们的建议小兄弟。永和平雄寺庙，信南城区城镇区，信雄福建信县区，永惠地区，信宝万能堂，利于国泰民安，南调无事，福喜保灾，万事如意，众喜神。大家健康平安，福寿无事，大发财。差不多，咱这个平安到平安，再多感谢，谢谢。